我哋今日估計咧係有1500個人參加遊行啦，另外咧有100架單車嘅大概。咁我哋睇到但係我當中咧係有25個團體係喺當日一齊去參與呢個行動啦。咁裏面有環保嘅團體啦，有單車嘅團體，有關心城市規劃嘅團體，有司機工會。應該睇到咧，我哋其實喺香港好多本來係為咗香港已經諗咗我哋交通政策。或者空氣污染嘅問題嘅團體都出咗嚟，係希望咁嘅特區政府呢一個冇諮詢嘅一個嘅政策係可以行落去。鄭耀華下台，林冠峰下台，林冠峰下台，林冠峰下台。有一樣你哋講嘅係民生嘅嘢嘛？你覺得政府民生嘅資源係咪即係為咗將華港珠澳大橋啊、西貢公路鋪路，定係點樣？一齊上去講。我哋覺得咧，其實港珠澳大橋同埋西貢通道呢個興建本身，其實都係基於一個密切嘅協議，即係港人其實冇參與過關於呢啲大型跨境基建嗰個興建嘅。其實而家我哋覺得個情況就係，佢先起咗硬件，譬如廣深港高鐵，跟住就同我哋講嗰啲譬如一地兩檢嘅問題。將來公安會喺西九龍嘅高鐵站執法咁樣，咁而家呢個自駕遊其實一樣咯，佢先起咗好多嘅跨境嘅道路基建，逼我哋要。跟住之後就講我哋點樣放車落嚟嗰個制度嘅問題。其實香港人好多時候喺呢個討論裏面係冇被架空嘅，佢冇機會，無論從硬件興建到到軟件制度建設都冇機會講嘅。所以我哋由呢一刻開始唔可以再俾呢啲嘅秘密嘅嘢繼續簽落去咯。一個有效嘅意見書，所以唔好覺得好麻煩，就將你哋嘅諗法、你哋嘅意見、你哋嘅擔憂寫立法會2月29日。一人一信，一人一意見，我哋根本就唔係話，我哋再搞一個諮詢，好似呢個替補經濟、替補機制咁搞個諮詢，好似就可以搞掂呢件事，根本就唔係，根本就從根本地香港人係唔接受呢啲由秘密協議加諸香港人嘅所有嘅政策，所以自駕遊係要無限期地擱置。上面再有啲咩條件之下，其實係可以接受。我覺得嗱，係啦，我覺得最緊要係到底香港政府佢要話俾香港人聽，到底佢會有咩機制喺佢簽呢啲約同埋實行呢啲約嘅時候，係香港人可以點樣參與？如果佢而家淨係話我報紙賣咗或者電視冇反對，我哋就叫做香港人支持，其實呢個係假噶嘛。我哋提出所有嘅中港協議都應該有香港本地嘅諮詢，同埋有立法會嘅審議，有立法會嘅通過，有呢兩層嘅有呢兩層嘅過程，香港人先至會覺得呢一啲跨境嘅協議係自己有份參與，同埋係能夠保障到自己嘅利益咯。原來係冇諮詢底下。嚟緊，因為我哋覺得咧，其實呢個制度根本就係冇一個正式嘅實行嘅日期嘅，佢係亂咁嚟咁樣話，三又得，四又得，所以我哋唔會承認佢係開始咗嘅。我哋會喺未來其實喺二月底嘅時候，立法會都有公聽會，之後都有一啲動議辯論，所以我哋第一部分喺立法會嗰度，我哋會動員市民去積極地去反對。另外一方面咧，群眾嘅運動喺街頭一定會繼續去進行。我哋都呼籲所有香港司機唔好喺3月呢個時候去申請呢個北上嘅自駕遊，因為咁樣其實等於出賣香港整體嘅利益，因為佢就令到香港嘅其他嘅市民一定要接受一個南來嘅自駕遊嘅第二階段計劃。但係點解特區政府突然間係做一啲同政策相違反嘅行為？就係引進大陸車進入香港。我哋作為主辦單位，我哋其實對啲人做相當滿意嘅啦，因為你見到呢幾日嘅新聞，其實大家都掛住講特首嘅選舉，但係其實我覺得咧，我覺得呢個人數其實睇到咧，有相當多嘅市民，就算喺咁鋪天蓋地特首都係都會出嚟，我哋係相當滿意嘅已經。初初係得千幾人，會令到啲市民淡忘咗。今時今日，我哋。